由国际佛教僧尼总会主持召开的第三世多杰姜佛大会及《直心经说真谛》首法式，在3月23日在香港大屿山国际博览馆盛大召开。当日的大法会热闹非凡，盛况空前，人山人海，难以数计，成为香港史无前例的宗教大会人潮。紧就来自世界各国的寺庙、佛教团体、文化中心等，就有28000多个机构，出席人员更加不计其数。国际佛教僧尼总会主席旧金山华藏寺主持圣德六位大师，以及系金刚宝座寺及闭关中心主持圣德扎西卓玛活佛，在今期的天下中横谈中直心经说真谛，请关注天下卫视粤语台，星期六晚上19:15，天下中横谈。